每生最近来说，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主天必胜宫连锁提供的节目，连锁您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，主天必胜宫服务电话5916045。我关切道亲咱家康我感恩。今日呢，咱头一块圣歌吼，要来甲咱的道亲的啊，来播送一块木吉诺表静心神经啦吼。咱即马来听看麦，而且呢，祝大家吉祥平安。听一段木吉诺表静心神经，然后这一段真好听的梵音，敬仰木吉母娘亲，一统大道天地人，至上神威在高天，33天上自然。讲木吉祥云烟香清，阴阳自然化神形，装修圣灵化光明。虔诚供养宣真经，护天护吉大善真，祝福众灵应长生。诚心奉香护吉庙，皈依三宝有慧真。人讲一拜护吉母娘亲，善恶分明；二拜护吉母娘亲，显受神通；三拜护吉母娘亲，
保佑安宁。那恁讲吼，母娘教囡啊，伊都是一句一句道道啊来。俗眼啦吼，伊咧讲讲俗眼，就是众生咱咧讲的凡夫俗子，叫做俗眼。伊讲俗眼为白现世事啦吼，善哉最贵是修心。常常礼忏正法喜，拜忏礼敬消业障。咱啊吼，今仔日听母娘这段话啦吼，讲心意沟通基本经，智慧自动行愿，行愿行，功福行积生品人，完工普照虚空界，学到修身正信见，生活起居新风范。心诚善佛，处感见，自己改造心最真，有形积德行愿定，刻苦耐坚尊奉行，将心努力下功夫，自然达成心清净，取是家己修圆满，不把天命当儿戏，生死就随会动头。有何好亲有品格，风气改善人世情，可使世间无所争，白白经文道成长，孤独有忧郁生活闲。即马吼，咱咧讲吼，俗眼吼，俗眼就是咧讲世俗人咧看现在的代志啦吼，世俗人咧看现代的代志，啥物人知影？吼，上宝贵的是啥？吼、哦，咱看的是世俗书，咱都唔知影上宝贵的就是修心啦吼、哦，修这个养，吼、哦、这个身躯啦吼，养、哦、这个性，定定吼爱去礼忏，咱才会啊静中发喜啊吼。讲、哦、拜忏礼敬，会当予咱消业障啦吼，当予咱消业障。功德就是咧讲广植福田啦吼，广植福田，员工就会普照吼，虚、哦、空界。学到修身正信见，吼、哦、生活起居新风范，这都是咧讲心诚神佛，处感应啦吼、哦，自己改造心最真，有形积德行愿定啊，这就是咱讲有形积德行愿，哦，这是讲刻苦耐坚啦，只要你有尊，只要你有敬，你都自然都会当去做，做好，用心努力嘛是爱去。下功夫啦吼，将心努力啊下功夫，自然就达成心清净啦吼。阿母娘甲咱期待讲吼，大家呢会当来吼，咱讲修心养性，修缘回返啦吼。讲天命唔通当儿戏，生死就随甲会动头。人就是爱足柔和亲啦吼，每一个人的品格都会升。风气改善，世间就会端正啦吼。啊，世间来端正就无所争啦，嘛无所吼、哦。人讲无所争，当然就有所得啦吼。所以人讲得的是啥？得的就是咱家己本身啦吼。啊，做人诶是种诶风范，做人嘛、哦、是着爱有啥？人讲学问问问甲即个学习吼，拢、哦、有共款嘛。有问甲学。相形而行嘛，有问就有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修心就是讲问与学相形而行，学问会当了解世界所有的一切，吼、哦，学无努力不能学，无一个讲老人袂使学的，人讲食个老学个老啦吼、哦，学而灵问，知识就阔，现世的福是讲，哪像咱的智慧就敢若如咱家己点一耙灯共款呐。现世之福，就敢那咱点那个，这个智慧就敢那咱家点一耙灯同款。啊，点一耙灯呢，必须爱安怎？吼、哦，必须爱添油啊！吼、哦，这个油就是啥？就咱平常时啦，讲积福积俭，有盈余，为师以吼以宽吼勤益，就是咧讲咱平常时啊吼。哦金银是无计报无唔对，每一个人是勤力积义啦为端正，做善之者必福，吼、哦、自然都会应祥啦吼、哦。所以讲少年之乐老来乐，吼、哦，那个少年有劳苦啦，老来快乐，吼、哦、勤劳的人啦，
吼、哦，讲过贫富官呐、啊，过这个贫富官，居家必恭行不正呢，衣冠整齐，吼、哦，人讲容端正啊，啊，就是咧讲六神不管身如流，就是咧讲咱即嘛目前啦、啊，拢定咧讲吼，啊，咱若要撇过这个瘟疫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武汉吼、哦，咱定讲这个新冠肺炎啦、啊，吼、哦。讲要撇过这个瘟疫，后尾爱安怎？就是爱吼讲，叩念神啦吼，念佛消灾啦吼，念禅消灾啦吼，啊念咱地藏王菩萨保禅吼，本愿经的保禅，也是讲念老母保禅，太清莲救苦天尊保禅，这拢是念禅，就是求消灾的意思。哦，啊，咱讲会晓念禅求消灾，对咱家来讲，就是有淡薄仔忏悔心啊。无忏悔心，你那念禅念有啦。哦，无这个忏悔心念禅，咱就念袂落啊。你讲是毋是呢？来，咱今日来听一句，哦，听一段忏悔，足久足久无同款的忏悔啦。吼、哦，来，咱来安排这两句忏悔。
姐妹来收听这段忏悔，然后咱就收听到这，感谢吼，咱的道亲然后做伙来欣赏，然后好久没有听的忏悔，咱定咧讲接纳所有，吼悄然化解，这就是咧讲吼接纳所有，吼接纳所有是什么？等讲人然后咱定咧讲吼。流水下山非友谊，片云归洞本无心啦。讲人生就得如分水，剃秋开花片盖春啦吼。铁树开花是很久才会开哦，它不是马上会开，也不是常常开。从水往低处流，云在天上飘啦吼，一切都是自然和谐的发生。就是讲平常心，然后平常心就拥有一颗平常，如生如行云流水，人生如行云流水。吼、哦，咱定来讲心得啦，有人讲啊参悟，吼参悟就是心得啊，吼、哦、宁静的心即破，吼、哦、无暇回归本真，然后无喜亦无嗔。就是咱讲一刷一世界，一花一天堂啦吼。每一个人人生啦吼，拢会当去找着绚丽多彩、独特无比。但是呢吼，咱每一个人吼，与众无同啦。伊这个风尘当中吼、哦，要找一个讲吼，真正宁静的心，要来享受人生啦，平静去接受人生的路途中的一切，那便是真正达到了。啊，人讲真正入了禅的境界，禅心就跟那湖同款，摒弃了无为的烦恼，那么人生自然全部拢总是啥，全部都是啥，啊，是好的啦吼。所以每一个人对人生有没有期许，当然有啦吼。无论当官与否，健康就好。吼、哦，有个人那么嘛是安尼讲啊，无论吼、哦，咱即马目前咱即马咧想的拢安尼啦吼，当官的。做大做小拢无要紧，但是身体一定爱健康。无论讲你钱赚多啊赚少，一定爱有平安。然后，无论顺利有偌济吼充实，无论是吼定定有做位啊无做位，对吧？咱一定爱知影讲吼，人相知。好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就会有知心的朋友来陪伴你。然后，所以讲人生的取喜是什么？吼，人心。吼、哦，无用吼，虽苦亦乐啦吼。代志烦恼爱清，虽然无用，唔通乱啦吼。先来讲心无用，也是讲心无用，心袂使乱啦。身躯无用，心卖乱，头壳爱清澈。身躯会使忝啦，但是心袂使忝。吼、哦，那心身拢总忝嘛吼，咱就会挂灭咱的意志力。吼、哦，人的生命犹如浮云呢。存入朝不保夕呀、啊、吼！这有人因为自觉而成长，嘛有人因为自满而堕落，有无？这两行拢有啦、啊、吼！因为自觉了解你自己，就想要去成长、培养自己，吼！啊，有的人是因为自满吼，伊来堕落，嘛是有啦、啊。有的人是懒惰昏沉啦，无目无标啊，日子就是安尼。安尼过啦吼，有个人每一工是斤斤计较，只为家己哦。但是盘算，有的人呢吼，盘算忙忙碌碌吼，是为了什么？嘛是为了一家温饱。但是有个人是踏踏实实的尽得修业，以慈悲心怀为根，吼，人讲为根，吼人群呐哈，为这个人群哦，默默付出的也很多。像人讲阿嬷十块阿嬷吼，还有阿嬷。会去脚吼，无啥会行路吼，啊去开刀呢吼，开无三工呢吼，就赶紧要出院啦。赶紧要出院，迄个医生甲问伊讲：“啊阿婆，啊你个脚都当啊开刀完尔，你这爱休困呢？你无休困吼，这刀开刀时吼，等个后遗症哦。”这个阿婆甲伊讲安怎，你知无？讲我若无较紧来等吼，遐码头的遐工人是要对食饭啦吼。伊讲为什么呢？伊讲啊，我都伫码头头前遐伫卖这个饭吼，啊卖饭我都十块银两食甲饱，哦十块啦！你只要你来食饭，不管你食大碗细碗，菜叶偌济，我拢无管啦，反正你甲落十块到遐就好。吼、哦，伊嘛是安尼吼，安尼伫做，啊所以讲有慈悲心怀的人，伊是点点啊付出啦吼。哦
哦啊、所以说我们是要选择向上提升还是要向下沉沦，全部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这个阿伯的名声真透呢、哦、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他的资币十块就能让你吃到饱。这个先生给开刀，这个先生吼，他问讲阿伯啊，你对袂讲？伊甲讲，伊讲所在，伊就去甲看。了后呢，一直拢，吼、哦，这个医生吼，同款，甲伊做同款，甲伊甲支持啦。你无够菜，无够啥，拢甲我讲，我会当甲你斗三工。换迄个医生甲开刀的医生吼，定定去看迄个阿伯的脚，叫伊莫伤忝，刷落去吼，米啦、油啦，吼、哦，这迄个吼，这个医生呢，我过去甲斗三工。所以齁、哦、没做坏事是人的本分啦齁、哦。啊心好却不付诸于行动也是空谈啦齁、哦。啊你说心肝好就好啊，他就一定爱安怎。心肝好就不一定你有去做啊。心肝好是你无胆，你不敢去替人放火，你不敢去做坏事情。齁、哦。所以说没做坏事情是人的本分。心好齁、哦、却不付诸行动也是空谈。人有生老病死的生命嘛是有恒久不坏的慧命，啊，两项做下你拣啊，吼、哦，看你是不是爱恒久不坏的慧命，或、哦、一个人伫世间做偌济好代志，定是寿命有偌长啦、啊。好比是燃烧中的蜡烛同款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人呢，吼、哦，要照亮自己还是照亮别人，我们要善用分分秒秒，吼、哦，切莫虚度光阴啦，吼、哦，将这无常的生命造就有永恒的慧命，安尼是足好的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人啦、啊，黑暗需要光明，动荡需要安稳呐、啊，苦恼吼、哦、需要解脱啦，吼、哦、人呢才会当幸福安乐啊。咱唔当轻视任何一分微小的力量呢，吼、哦、微火微光也能聚成灿烂光芒。所以咱讲黑暗，用你的真心，吼、哦、用你的真心，就会当发现心中的光明的灯还是在燃烧啦，吼、哦。光光相照，好是讲散发出光的，好、哦，咱讲这个能量是光光相照，就是讲你一束了灯，一束了灯啊，一束了，一束了，一束了，意思就是讲，咱呢吼小事小善袂堪去接触，吼、哦、大善小善，只要有点啊微微的光，你就会当照射别人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光跟热吼、哦，就会当帮助周围许多需要帮助的人，所以咱讲关系吼。哦啊，咱这个社会唔通安怎，唔能够冷漠啦吼，不要再冷漠，因为人人相互关怀，吼、哦，用迄、那个咱讲做会到啦吼，做会到，咱就加减啊做，茫茫苦难的人生带来光明，这才是深具意义的真正的人生啦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有咱的吼道亲啦吼，啊来。有来讲的时阵，拢会讲吼，啊，咱要来做这个吼，低收入户，吼，啊，是讲要来做边缘户，吼，这個、呢，吼，一个月虽然扣100块，但100块那足侪人来斗三工啦吼，安尼，咱自然呢吼，拨出去的吼，诶，款项就会帮助到需要真的帮助的人，所以咱吼，慈莲毕生功的慈善会吼，咱是扣一个人吼，咱讲一个月100块，啊，你要半年缴的就600块，一年缴就1200块了吼。啊，咱这是做慈悲吼，会当呢，或者边缘户啊，加低收入户吼，啊，囡仔呢做这清寒讲助了吼，这拢会当加减啊补贴。哦，咱讲无吼，都敢那及时雨赶快啦吼，安尼补贴者都有差啦吼。啊，咱有时做会到的时阵哦，咱讲加减啦吼，100块。哦，安尼去甲做布施也是很好的事啊！吼、哦，来，咱即摆来听即个真好听的道曲。哦，这道亲拢足爱点的，然后即个太极生两仪啊！吼、哦。
声太极，太极声两仪，两仪声四象，四象声八卦。金木水火土，东西南北中，春夏秋冬季，万物的一生。对，无极生太极啊，吼，啊，咱听一段吼，感恩啊，吼，来咱的道亲啊，吼，咧研究，吼，啊是讲吼，啊伫咧讲着吼，咱讲玄关到底吼是有啥物款的作用啊，吼，修炼，吼，玄关是后天通往先天的门户啊，吼，啊所以讲玄关。玄关的作用就是我们说后天，后天要通往先天的门户，是心灵由朴素变为清净的分水岭，分水岭，所以我们说玄关到底是有什么作用，作用就是说我们后天要通往这个先天，必须要经过这个玄关，必须要经过这个玄关的门户，所以说由我们这个心灵朴素吼、哦，要变为清净，吼、哦，拄好伫这个分水岭，所以人讲玄关的确是后天与先天之间的一道关卡，吼、哦，后天受动不安，先天呢，吼、哦，后天自然就会，咱讲讲，咱今嘛个处在后天，当然是躁动不安啦，吼、哦。如果说你进了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讲这道门，吼、哦，玄关呢？哦，这个先天，伊就会树立啥宁静安详。你过了这一道关，就会过了这一道门，然后玄关当然既不在身上，也不在身外。所谓出窍非凡窍，乾坤共合成啦，名为叫做心气合。来有这个看离经，然后看离经，哦，不是你欲所生，哦。体某一部位观想虚空中一个又大又亮那个光团就能出来、哦、就是说不是说我们预想身体某一个部位啦、哦、观想、哦、观想说这个虚空中呢有一个有大、哦、有个光、哦、有个大粒有个光的光团、哦、就能出来的、哦、所以我们说、哦、然后我们就是说、哦、我们没得出现恰恰相反、哦，对于一个心地纯洁、性情温和的乐天派的人，触目所见，能，哦，皆能有感，感而遂通，心灵洞开之际，玄关自现。意思就讲，哦，你心若无乐观呐，哦，你唔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，你是一个性情足躁，哦，足躁动的人，足急躁的人，你用你预想，哦，但是一直在观想，
观赏虚空中安怎安怎安怎，这个光团会不会出来？你讲是未必啦，吼，未知事，不一定是安尼。等到你无求，吼，无求啦，吼，心地纯洁，吼，啊，性情温和，吼，是一个真乐天的人，吼，你吼自然的吼，会当吼，人讲感理随通，心灵洞开，就是咧讲显观自现。显观无形象了，但是正确的感受到它的开启跟存在，并为意识想象，不是用意识去想象的。之后就是说先天的气因温缘心在我们心内是不是可以显受 感觉有的，不过是普通所谓的气感而已，又远远不同了。所以说显观未开在心上是找不到的，登桥的时阵，浑身上下无处不丹田，然后犯黑，就是咧讲穷极之所而非显观，然后无唔对啦吼。这就是咧讲思想不定当中的轻安，人呢，你会当吼了解思想不定，啊，这思想不定中呢轻安，吼，迄个现象是深入静。静境的必要门户，所以道家咧讲的，就是讲判分先天后天的显观。显观开窍的特征，就是咧讲吼，心地突然变得非常清明，心胸充满清凉的感受了吼，变得极为开朗，有些吼，有些许的解脱感，感觉自己变得聪慧异禀，太安了，咱今麦来变安了吼。情绪非常平稳，呼吸轻微但顺畅。好，那个时阵呢，吼，你那是思考问题，灵感会不断出现。境界比平常时搁较好。打坐的时阵，吼，突然觉得，有觉察咯，道法原来就是安尼哦。吼，内心充满喜悦，但非常平静，身体，吼，不适也不会，吼，腿麻。也很快就消失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吼、哦、清凉的迄个感受啦，感受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、不是局限于身体症状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人讲吼、哦，人是干咱家己咧干扰咱家己啊，是安那讲，有个人静坐急足急的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家己的思虑嘛，是影响咱家己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吼、哦、急躁，还佫有躁心。有塑性，根本你坐都坐不下了吼。所以说身体正中，倘若不为人干扰，吼，自然向上向下，两极延伸。但是咱家己干扰咱家己，不是别人甲咱干扰，是咱家己干扰咱家己。咱家己的这个啥，念头啦，念头伤过了济，吼，啊，所以干扰咱家己。啊，因来讲，咱人若清爽，吼，我都称为叫做顶窍。特别是头部很清爽，然后，哦，迄个时阵呢，都敢那俗称人咧讲啊，大行咧坐的时阵，你拢感觉无压力，啊，真轻松，啊嘛无遐意念，嘛无遐杂念，无遐妄念，拢总无的时阵哦，都敢那一种叫做醍醐灌顶，然后一种性根，然后，哦，看你是只有相还是无相的，若是指无相，无相状的性光，就在心灵洞开之际。的确有清凉，月光照临，吼、哦，哦，这种意思，一种意境啦，吼、哦，吼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人呢，不是用幻觉的呀，吼、哦，咱也是讲有纯粹练功，但是嘛，未使吼，未使吼，用一挂无正确的吼，安、哦、尼去甲练，啊，去甲练练，到尾也偏差伤远的时阵吼、哦，就愈来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的这个火就愈来愈大，吼、哦，像有个人吼、哦，急躁，火就大。吼，三焦火若愈大，咱讲精神未现啦吼。首先唔通该想个足奇怪，啊唔通该想个讲足稀奇的啦吼。似乎只有练功的人会见过，好普通的人是不可能。吼，咱拢用想的，精神甲元神呐，真心甲平常。吼，咱的真心是被凡尘俗事吼压榨去啊。一旦呢，咱有想要讲吼，感理随通，迄种的自然宇宙相通呢，吼、哦，万物环绕我身之感呢，吼、哦，迄油然而生的那是不一样，跟你想的，吼、哦，跟你用意念想的，
甲平常，吼、哦，你家己去拄到这个吼、哦，心灵纯净，吼、哦，细腻柔和，平常从未有过的那种心胸豁达、开朗，迄种感觉，哦，迄种感觉吼、哦，叫做耳目聪明，智慧涌现。形容你咧想啥物拢足清的哦，吼、哦，刷落去吼，迄、哦那个感受非常清明，吼、哦，而且呢吼，淡而水通。嘛，可能有时钟，咱去看一个人，哎，你甲看，哎，为什么有那种，哦，咱定来讲感受，你感受会到伊，吼、哦，哎，所有的吼、哦，啊，咱讲代志啦，吼、哦，你感而随通的意思，就是你有迄、那个吼、哦、第六感，迄、那个第六感，那唔是意识性的第六感，哦，你就特别哎看有啦，吼、哦，特别看有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。哦修就是顺其自然，渐渐进入，吼、哦，进入，吼、哦，所谓，吼、哦，你要进入这个清净、无干扰的这个吼、哦，所谓的先天气，吼、哦，真的是无遐简单啦，吼、哦。初时升起要相应，吼、哦，各位我都做个忘我忘身，如灯决定湖染天下，达天人合一之境。哦，迄就是真正是精神上的表现，甲心灵上的返璞归真，就加在一起的吼、哦。在精神上跟心灵上返璞归真，心胸豁然开朗的，吼、哦，在身体上的表现，吼、哦，甲咱身体正中的清凉，安尼甲加做伙，后天由此清凉之，吼、哦，之所顺和先天气，源源不断，又产生然后产生吼，咱讲。直至浑身至上，好至下无处不丹田，好充满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，神，好、哦、跟气打成一片，好、哦、啊，这呢才讲啊，咱讲易熟了哈。至于易熟，你一定要听，好、哦、不离不急，好、哦、似照非照，若存若亡，好、哦、这个就叫做易修了哈，易加修，但是真正易修。爱安怎才会符合？哦，就是咧讲无为自然，人工之道啦。然而，这一切只在先天境界。好、哦，当中内底你运用自如，常人是很难做到啦。吼、哦，咱一般人，吼、哦，你讲敢那讲以修贤观，以修贤观，有啊，足济拢安尼讲唔对。但以修贤观人工的人，以修。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啊，吼啊，所以讲吼，只要真正入门，吼培育真源呐，真正入门，真正迄个气甲功，你有甲培养你的真源，恢复精力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吼。所以讲在先天境界当中，吼你待十分钟，比你吼信过底下一直坐七八点钟也较好啦吼。为什么？只要讲会用坐吼，坐十外分啊，入了以后放松了以后，吼、哦、比你吼、哦、一天睡七八个小时良好睡眠，吼、哦、要搁较精啊，吼要搁较精。所以讲要恢复知觉了后，好、啊、要拥有充沛精神体，你要去体会一下，吼、哦、体会一下，吼、哦、啊无体会一下，搁听人家讲，你没有体会也没有用了吼、哦。所以免讲修学上好还是。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，然后啊，看到吼啊，想到吼，唔、啊、是看到甲想到，是因为咱有迄个连续性的吼、啊，有恒性的吼、啊、用功，然后唔是讲我想到啊，吼、啊、我想到较紧的，我足认真的吼 啊, 啊，但是若无想到的时阵，就甲放我散啊，就散一散的，唔知要散外久去啊，吼、啊。所以讲吼、啊，通感现象吼、啊，在触觉上。哦，细腻清爽，好似视觉中的清灵通透感官，绝对不是用咱吼讲要安怎，伊就马上有的物件。所以咱定咧讲吼，人若在吼咧无精彩的时阵，你会感觉敢若乌云大雾感官。吼、哦，人若咧精彩的时阵吼，你会感觉讲听什么音乐拢好听。啊，你啊心情咧扑朔的时阵，心情袂落来的时阵吼，听啥拢歹听。吼、哦，做啥物拢总气急败坏。此时你就会明白、哦、人何以多变呢、啊？人现在在多变、哦，何以在不同的情绪当中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哦、上个钟头啊，跟下个钟头、啊、就不一样、哦、你要放开心灵一切的束缚，去感受自然的气息，
你才把握着讲啊，生命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把握住自己的人生，吼、哦，主要有空才能吼、哦、容万物。啊、我对空的理想，我对空的理解，无所住无为，然后心灵洒洒脱脱，对当甘地万物。啊，就是讲哦，啊，咱心呐无这个执着哦，啊，无否定，没有否定，哦，现实本来就是现实，你不用去否定，哦，迷惑于现实，哦，啊，是讲你现在在正确的当中，哦，也不准你。去胡思乱想，你现在正确的时候，啊，你就唔通，你就找到真正正确的路啊！啊，你就即马开始咧做，一分心，自然就一分的修行，先天元气吼，甲咱的心性一片刻，吼、哦，你去得到迄、那个吼、哦、快感，恢复常态，哦，你就会感觉讲吼、哦，正确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将心灵保持在那个境界，顺其自然即可。无时无刻拢总是吼醍醐灌顶，然后因为你生气脉畅通啊嘛，吼、哦、神气相连，吼、哦、自然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啦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有时吼、哦，咱也卖讲吼，有足侪迄种吼、哦、啊，迄、那个装神弄鬼啦吼，还是讲一挂呀吼，人讲33天地外这种来听，吼、哦，咱得看。看足侪形，足侪妙诶！到尾啊吼，你搁回归倒转来嘛是道法自然，大道至简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原则就是道理通，吼、哦，自然就通啊啦吼。啊，你道理也未通，安怎嘛未通？你还在中途分心呐、啊？吼、哦，啊是讲哦，我即摆想要搁较超越的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咱入了这个啥，入了这个下通，安尼就无好啊吼。哦所以吼、哦，咱每一个人吼，吼、哦，逐天呢吼，拢希望的吼、哦，咱嘛是甲人吼、哦，有法多小可了解一下宇宙万物啊，所有一切吼、哦，啊，咱想要知影一个先天呢吼、哦，啊，较知影一个讲吼，即卖在拄到啥物代志，咱家己要处理啊，创啥，大家拢有想要安尼学啦吼、哦，但是实际身处先天境界后，是真正有还是没有？吼、哦，是有非有？吼、哦，这就是看人诶。会好了吼，看咱人静坐的时阵，心胸的感受是不是有清凉、有宽阔，吼、哦，不生起杂念，吼、哦，这是你家己呢。有蓝天晴空之中，吼、哦，四肢百块有柔无骨的感受，迄个正讲是你的大周天，吼、哦，已经，吼、哦，您有那一种感觉，大周天并，吼、哦。并没有真通的话，你就没办法感受了哈。所以讲，真心中的天地，吼，咱爱去了解吼，世界的天地是真心出现的，真正亦随啦。吼啊，所以讲，人精人气人神方为实真。吼，所以咱讲吼，中恒直透，开通八脉，该自然而成了哈。开通八脉。哦、所以讲天人合一的境界啦吼，伫庄子内底吼，定讲个足清楚啦吼。咱讲下秀我得大，是安那讲舍小我得大我啦吼。你呐舍小我，下秀我就得大我，心灵充达于天地啦，在精神境界中，你就会当逍遥自在啦吼，逍遥自在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讲。内静境界，如心明，就敢那行同款，千尘不染，吼、哦，为一代光明行。啊，所以咱吼伫讲这个莲仙观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关键啦，要安怎入门啦，吼、哦，所谓道家伫讲的仙观，归根复命根啦，吼、哦，归根复命根，就一句话到最后就是玄观，就是一归根复命啦，吼、哦，就是。根呐、啊，根就是回复到道法自然呐、啊、吼。来，咱若是有需要服务，不免客气，慈莲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咱来进一段广告了吼。必须讲的吼，
咱所甘蔗香品啦吼，是咱九天母娘所降世的配方。咱的香足清的，最主要就是啥灵草啦吼。咱讲灵草吼，咱无讲吼，咱这化学芳精色料，所以咱的店吼，咱的厝内底袂安尼吼，安尼乌蛇蛇啦吼，啊那一阵。一阵吼，咱讲迄个南风吼、哦、吹来，你会感觉迄壁一滴一滴吼，滴个乌乌迄种水啊吼，吼、哦、咱的物件吼会当吼，互咱安心吼、哦，咱个店第一人无污染吼、哦，经济部甲咱检验合格香品啦吼、哦，啊咱香有做笑衫甲笑蜡吼，啊咱有上板层嘛做笑衫甲笑蜡。咱要点笑衫，有人讲我都新明路嘛无介大下，所以我就点笑衫。啊，我公妈嘛无介，迄路嘛无介大，我就规个规起拢点笑衫，其实都没关系啦吼。啊，你讲我的新明路较大下，我点笑蜡，可以香倒较久嘞，也可以啦吼。笑衫笑蜡使难做伙，就有个人吼。啊，咱的师兄这咧叫拢啊，我叫七斤笑蜡个，我三斤笑衫，吼、哦、七斤笑蜡就是咧拜神明，吼、哦、啊三斤笑衫我就来点公妈这边安尼，吼、哦、安尼嘛是拄好十斤啦，吼安尼拄好十斤，因为咱三分九斤，啊咱来叫一升顶加送一斤啦吼，啊咱来如果讲有需要寄送服务香品啦吼，咱有四点钟的小盘香嘛，卧香啦吼，啊嘛一斤百五块，俗个好用个吼，啊咱的这个。好贡布啦吼，啊毛一斤吼，人讲一千都是半斤五百，一种上板成粉都是很好啦吼。好物件先生吼，质量较济较贵，一定吼，人讲价钱都无同款。但是你家用一斤百五块，你嘛用较足欢喜，为什么？因为咱家己的套条的贡布。吼，昨天毕竟讲家己套条的贡布，啊你讲一斤百五啊，真正好用呢。吼，嘛无啥物污，嘛无啥物污染，啊刷落去呢。哦，清香，哦，目睭嘛未感觉讲，有一种哦，讲哦，安尼入味太，安尼才感动安尼，实在是去哦香呢，熏干吼，无法度挡未掉，你流目油啦，唔是感动咧，流目屎吼，咱这就是清清爱物件，吼、哦、啊最近啦吼。哦啊，拄着拄啊，咱配合政府吼、哦，所以讲无做啥物。咱讲科技上啦吼，爱、哦、按下暂时按下，爱到七月十二吼，即、哦、马会阁延长到七月十二，国历个七月十二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啊，咱的这个花卉啊，它是吼、哦、可以继续报名没关系啦吼、哦，因为咱做咱有咱顶管有交代吼，安、哦、怎做赶快拢会当名扬两利啦吼，安、哦、怎做拢会当。吼、哦，和咱的这个吼、哦、啊，咱讲法师吼，会当做个尽，吼、哦，咱讲尽我们的本分努力啦吼、哦，去甲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咱瘟疫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对这个吼、哦、死亡的，而且亡者，咱要安怎处理，吼、哦，要安怎改做超度啦吼，还是咱讲吼，咱咧、哦、做本身的这个业力啦吼，完亲啦吼，啊，咱的公妈祖愿啦吼，啊是地基主啦。我是感觉讲吼，咱啊因为吼，即马足济吼新鲜路文啦吼，新鲜路文啦，拢是讲吼，咱人吼奢侈懈怠，伫这个世局内底吼啊，咱做了伤济吼唔对的代志，所以吼即马敢那未输掉上天处罚同款的意思，也是要甲咱吼要甲咱，互咱了解一下吼讲。哦，做唔对，先生爱付出代价，啊，所以咱人啊有做唔对，女性啊完成啊有压力，啊，咱也是做做咧吼，较安心啦吼、哦。来，咱即马吼讲香品，吼、哦、啊，先做甲咱这个吼秋季花卉吼讲一下吼、哦，这拢算广告啦吼、哦。来，以上这拢算广告。咱也是有需要服务介绍啦吼，香油款束茶贡木小盘香普灵灯，或者是讲虫草王山高宝。然后啊是讲吼啊牛樟芝，我定讲食牛樟，食牛樟也互咱五行吼啊，过来就是咧讲是体元啦吼，五行平均刷落去吼，甲咱摆一挂吼啊，咱讲体内内底毒素啦都很好啦吼。那印加果油也是吼，咱的这个吼关心你的视力啦吼啊，咱的这个观视力印加果油。好、哦，咱那边接电，咱直接卡电话5916045，我关切多请咱加05感恩。来，咱来听一对太乙救苦天尊。太乙救苦天尊，太乙救苦天尊，太乙救苦天尊。
天色，太乙救苦天尊，太乙救苦天尊。救苦天尊也是很好啦吼，啊，咱讲太救苦天尊，人来当来人间行一抓是不容易的。为什么咱讲吼，啊，太也搁加者忧愁烦恼占用咱的生活吼？古早人讲啊，讲色欲不振，害欲苦，彼此啊，诚苦其心啦吼。那边啊，远离吼，这就是咱讲吼，安尼建议咱人吼。给做一挂吼，善良是养生的上大营养素啦吼，心善吼，心善就是咱上大营养素。一个人行善的时阵吼，会当帮助吼，咱讲人摆脱困境，心中必得涌起欣慰之感啦吼。像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吼，心理稳定平衡，神经吼甲内分泌调和。哦，这嘛是处最佳的状态，远离吼、哦，咱常咧讲吼，神经衰弱等疾病，然后人对身体健康长寿，就做好事了吼。哎、哦，讲心宽，心嘛宽，嗯，意味着对外世界承纳跟相容。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内心的世界呐开放，表明咱家己周遭的世界，吼、哦、相处就会和谐，宽厚多数，都对人对事，吼、哦，咱讲讲啊，咱就要食。哦，安怎安怎来防止咱心理？哦，咱心理最佳的良方就是啥？心爱宽啊，心爱阔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人较早人咧讲的，就是讲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只要堂堂正正、清清白白，啊，你就睡得好，睡得安稳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人讲无欲无边啦、啊，吼、哦，私欲无边，吼、哦，让人牵着鼻子走也不好。所以咱人讲不要丧失理智。就不可能生活的吼，咱等丧失理智，我们生活就不会很自在了吼、哦。所以讲内在的平静，甲内心的诶这个恬静安逸，吼、哦，这对咱来讲拢是好代志了吼。今日呢吼，咱的节目吼做到这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，所以每项来甲咱做一个回向。愿你今日所讲一切功德，回向所向的姊妹，世世安稳，常欢喜，下愿改个心清净，身体健康，财难敌，家安如意，事业顺，得诸合情，功名成，所求事项皆如愿，身蒙超生转安乐，法界众生得离苦，一处度人正善因，今世回开福绵延，无量寿佛太上感应，无量慈悲。感恩母娘，母娘感恩，咱的节目就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几千年皈依在山间，写满文化心照不宣，深山里面拨动琴弦。
天下太平当作心愿。无心八卦里写的缘，无为思想作为圆圈。